你再给美丽利昂哦，来，把你家里面的号码给我按上去。这是我妈的号码。喂，哎呀，现在你女儿在我手里，要打50万过来，一分都不少，你跟她讲吧。老妈，我骗你传销了，把点钱赎我吧。看到没有，你女儿在这里受苦啊。 50万你都不舍得打，你看看你女儿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，好不好受啊？啊，不好受啊！你看，你老妈已经流眼泪了。妈，打电过来吧。再不打的话，我把她嘎了。妈，我就是被朋友骗过来的，你不要挂电话呀。挂电话是吧？我拿过去，把她的美丽嘎了。老大，这美丽嘎出来了。哇！ 这个美丽亮哦，我先去叫货了，你把它处理了。